瘸驼到了现在。这血量也不是很健康嘛，硬压我的经验，我想骗我的 Q。学柱子是吧？比较傻。他这个就是硬换玩法，你知道吧？稳健一点，交个 T 出来会好一点。行，我直接走。硬跟我换，我没带点火，我要点火，我他妈干死他。主要带点火，等下管不了他后面带线，所以说亏一点，亏一点吧。没事，带个昆跑，我也不太好拉扯。多线卡不住啊！回去了。兵线太多了，这防御塔那也卡住了，他不打人的。这有点像那个诺手，你知道吧？致命节奏诺手，他这个。硬跟我换，我他妈还真换不过去。装备了，他就是。电鞋。27刀，补刀差不多，等级也差不多，还行吧。这把刀可以补得更好一点。等闪现吧，等闪现好了再说。这波也别出去，等6级我们再看情况。这兵线离塔比较近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。下点燃的话是400块到手，那么上路就打开局面了呀。他这个吸大招好像没我的血了，我感觉哥们这个偷属性比他更猛啊！同样是偷属性，好像我比他更厉害一点。
我操！狠狠的逮住！哈哈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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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什么曾经不说，却拖到了现在？心意收到了，心意收到了。好不爽！为什么曾经不说，却拖到了现在？我和你还是分开。又要点菜了吗？哎，还没有进入点菜环节，我还不肥呢。下路被杀了一次。OK， 我去，放心，交给我。打先锋就是他的死期，敢打先锋。你怎么还在补刀？我让你补了吗？啊，跟你说话呢。跟你说话呢。交给你了。啊，想来不帅的，没搞成，你知道吧？没事没事，杀了就行。他交了个闪，人都还给了打野，可以没遮遮，等我推推棒就正好杀他了。他这个发育基本上已经废掉了，最好是能做到见面就能把他宰了，这样是最好的。就是他看见我的一瞬间他就死了，这样他的带线就带不了打个雷，200块钱回家了，把推推棒一做。为什么曾经不说，却拖到了现在？整个大招，整个大招想怎么压怎么压，没大招就装孙子啊，当20秒的孙子，我操，马上就当爷了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现在唯一的破绽就是没大，有大招他们两个人也打不过我的。哎，我在塔下就等大招 ，OK。那我要去敲他脑壳了，有大招的寡妇抓不了我。哎，不太想抓我应该。打地鼠环节了，下面进入。现在是打地鼠环节，马上给大家进入点菜环节。
还可以再杀他，我杀不杀？还是把塔推了？拆了，拆了，拆了。他们中单也抓不了我。红 buff 能打吗？我希望他去打别的野怪，不然我就存在帮他打工了。把红给我吧，不给，那我就全都要喽。被我大进去是惩不了野怪的。我说你最好你能惩掉，然后能跑。他这波唯一的操作方式就是他惩完立马开大跑，那他能把这个红 buff 拿下来，这是他唯一的办法。被我一关进小黑屋，被我逮住啦，可就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啦。为什么曾经不说，却拖到了现在？优势大，那出个恶心人的装备吧。这两个可以搭配使用，非常的好。这个出装是针对后排的，因为打前排已经没有压力了，这个巨魔已经对我构不成威胁了。就是推推棒触发冰杖，减速过去直接平 A 他，就是一套连招，你知道吧？我要控资源，我等资源才能再去打架就可以了。打到能触发冰杖吗？啊，这我还真没，这推推棒是可以触发。你还想跑一下吗？你跑吧，你跑吧，你跑，跑到你脸上了，捡一下。哇，收人头这么不积极，都走到你的喂到你的嘴里了，你都要吐出来是吧？不要辜负了我的。他会放肚子顶我一下，
但我觉得会来不及呢。杀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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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个位置他们绝对是。想拿龙，你拿不到龙的，不是我的。三条小龙了，再控一条，队友是个猪，应该也能打过的，把他野怪再反。寡妇在追我。爆炸了，这就算我不浪。撤了，别搞事情。为什么曾经不说，却拖到了现在？对面要集火瞄我一波啊！对面在说，什么？你他妈对面有内鬼是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哦，你在看对面是吧？哦。集火瞄我嘛，这个有难度的呀。我他妈现在劈肉，我靠！而且我这个主要是我不光肉，我还有双抗。哎，又开始烂了，把握不住就别打了呀。哥们没 TP， 这波我不能去下，下路去个人。大龙我来守，下路去个人。点灯是吧？啊，跟你换的小飞轮跟我打啊。可是他没闪吗？没闪就直接打龙了呀。没闪那他抢不了了。打打打打打打打，他不是没闪吗？没闪不直接打就行了。他是大招下来的吗？拼惩没拼过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没大招呀，我在拦他走过来逞啊。怎么我还有大招能困住他吗？我困不住他。他没有闪，那他只能走过来抢啊。理论来说是这样的，他大下来把龙抢了，好像是这样。我这波很帅啊，那先不把他先宰了吧。
我有 T 的，所以我可以晚点再去。我输了，打了那么多遍。确定要跟我碰一下？打龙了，打龙了，打龙了！你好像有点不知好歹了哦。我不行了，靠你们了，我失误了，兄弟，我的。你们来吧，你们来吧，四打三。可能在追我，我走回去了，再见。你看吧，肯定要追我的。打龙就行，打龙。Hello。不该出帽子的，先把六神装做了，有钱再换更好的装备。这是简化版的六神装，但是你别看我简化版的，点菜吧，兄弟们，想看我杀谁，没有人能跑掉。我只要大招一开出来，这装备是必杀的，谁都跑不掉。我得先管一下这个带线，就这两天，就一下，就必须得处理这个带线的线。我杀了对面 ADC 吗？可惜。那、啊、我们推塔有点推不进去啊，没有大龙推塔有点费劲，非常吃这个大龙。飙闪了是吗？别拉，我一次都没死。哎，队友们在干什么？这么一看全是 FW， 他们来点作用呀！我他妈跑完上路跑下路的，怎么有点像芥末那一把？我带 TP 守线还得去打团，我可太多了。先推过去就行了。这骗我的大！啊，别瞎搞了。这巨魔他拖住我就行。
我俩打。没办法，这波只能去打大龙了，大龙拿不下来，拿不了了。下塔怎么放？这把还好带着 TP， 带着点火，他们这把根本赢不了。这他妈队友太废物了，宝宝巴士，我操！换贵的装备，别急啊！看我处理一下兵线行不行？啊？可不可以等我处理一下兵线？我再改。啊，剑人直接开就完事了。ADC 有水移，那开他们中单或者说打野都行。不打了。远古龙也有了，就拆塔了。现在分头行动，拆塔的拆塔。拿着远古龙的人拿远古龙，三龙队大波再吹，不能大对面的上单和 AD。OK， 有本事你买五个水银，买五个水银，把我大招废了。我买五个水银，总有人能给我杀。哇，不要抓我，我的弟。等我来吧。还有个巨魔寡妇，我会阿克上，阿克上复活了，我大招也差不多好了。你好，你好，阿克上呢？你好呀。对面肯定非常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急。对面发疯了都想杀我一波，没有机会。直接带动我们的宝宝巴士啊！纯宝宝巴士这一把，我操！